来我们家问寒问暖，问我们家房子怎么建，他政府怎么补助，就看我们老两口的卧室，然后问厕所，然后就到我们家茶厂小茶房，然后他又问茶叶卖的怎么样，我说还可以，像我们这样老百姓有他的关心，我相信我们。 生活越来越会好。哎，总书记呢，在交谈过程中呢，他是不是停下来问我们一些家庭的情况啊？哎，总书记告诉我们说，一定要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，稳住迈向乡村振兴。我们今天准备了打柴舞，还有我们的黎族民歌，还有我们的黎族中七乐。习总书记呢，对我们的文化呢非常的重视，然后呢，我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，然后能把我们的文化能传播到世界各地去，能做得更好、更强。